颁奖，那我们依照顺序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先这个奖项，我们就有请我们阿蒙老师好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呢，首先呢，我们要来颁来，要来为各位来公布的，也就是呢，我们的个人奖的部分呢，我们的个人奖的部分，那麦克风也请借给我们一下啦。是的，我们要来公布我们的个人奖，老师请到中间这边，谢谢。个人奖，很关心，很关心嘛。全部讲完吗？个人奖，全部讲完吗？是吗？好，没错，全部讲完。好，首先第一个是按照顺序哈。好 ，Tico Tico 的张韵玲，恭喜恭喜。然后那个米麻案的张佳琪，恭喜佳琪。还有。不要紧张，还有陈江婷，恭喜你们，陈江婷请上台。然后还有明天再说的吴真燕瑞，恭喜吴真燕瑞请上台。劲爆罗雷的李龙真，恭喜李龙真请上台。原海音响胡怀恩，恭喜原海音响胡怀恩请上台。高正祥。原台音响的高正祥一起上台。好，最后一个东部坏男孩许绍维，恭喜东部坏男孩许绍维。好，我们请到中间一点，请往大家的右边站。是的，恭喜恭喜。那这个现在呢，就要来请我们的阿蒙老师来，为我们的选手呢。来挂上呢象征荣耀的这样子的奖章，非常恭喜！再次给台上获得个人奖项的我们的音乐人们一个热烈的掌声，给他们鼓励鼓励。好，待会我们准备要合照喽。是的，那我们合照的部分呢，我们请大家呢向中间集中，也请呢我们评审老师也一起跟我们的选手、我们的音乐人、我们的参赛者一起合照。好，请在中间，那大家可以集中一点，集中一点，请看中间举手的这位老这位这个镜头。好，是的，我们来说分风音乐比赛。笑呵呵，分风音乐比赛，他们讲了，我是配合他们。好，恭喜我们的个人奖的选的我们的这个参赛者们，恭喜你们，恭喜恭喜，也谢谢我们的颁奖老师阿蒙老师。好的。紧接着呢，我们就要来恭请呢这个奖项呢，也就是我们的人气奖。人气奖的部分，我们请派一位老师来我们颁奖好不好？就是我们的阿胜老师自动走出来了。没错，哎呀，有音乐的时候可能就不得了了哦。好，接下来就来公布我们人气奖得奖的就是哪。怎么空白？是谁在那边？陈景胜是谁？给我交互蹲跳20下。得奖的是，那个最爱睡觉的想睡觉，恭喜想睡觉！就爱困的，就爱困的，来姐，来姐。哇，今天呢出动了亲友团呢。出动亲友团来这个特别给他支持，这个做纪念一下。好，颁奖。很有诚意的奖杯了哦。哇，我也要拿吗？为什么是我？感谢未来的偶像，未来的偶像哦。好，有没有什么站位比较好？感言要讲。就是谢谢有来帮我的亲友团，还有有投我的现场的观众。哦，尖叫一下！
好，你们在中间好不好？你们在中间，进来进来。对对对。好，请看镜头。我说想睡，你们说什么？来，想睡。恭喜我们的想睡觉获得我们本届第十二届分风月比赛人气奖。好的，也谢谢我们的阿胜老师。紧接着呢，我们马上要来为各位来公布我们接下来这个奖项，也就是创作奖。创作奖的部分呢，我们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评审老师，也就是阿星老师。我们欢迎阿星老师呢，来为我们来公布我们的创作奖得奖人是哪一位？创作奖，我们公布一下哦，英文开头的 M 的米曼，恭喜米曼，请上台，全部的部分。哇，太开心，太开心了啦！拥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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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哈哈哈哈。开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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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恭喜我们第十二届焚风音乐比赛得奖团体，就是我们的米曼。恭喜恭喜！好，我们请我们的评审老师跟我们的米曼一起拍照，请看镜头，米曼，米曼，恭喜！哇！来自长滨最好的毕业礼物，对不对？哇，恭喜恭喜。好，紧接着呢，我们要来颁发的是我们的大专社青组的评审奖。评审奖我们就要来有请呢我们的 Summer 老师来为我们公布这个奖项。评审团奖是王丽妍，恭喜王丽妍获得评审团奖，大专社群组第十二届分风月比赛获得呢评审青睐的，也就是呢我们的评审奖的得奖者王丽妍，恭喜她。恭喜获得我们的奖金以及呢我们的奖杯一座，恭喜丽妍。哇，一个人呢在台上唱歌，唱着他的心情，唱着他的故事，然后呢还谢谢成功镇的乡亲，哈哈哈哈。对，好，请看镜头。 OK， 谢谢谢谢三文老师，恭喜丽妍，恭喜恭喜。哦，我们的评审奖是不分组哈，补充一下，我们的评审奖呢是不分组，评审奖是不分组，在这边为大家补充一下。好的，紧接着紧张的时刻，第十二届焚风音乐比赛青少年组铁团奖，恭请颁奖人拉卡乌玛老师来为我们公布得奖者。喂，很紧张的。喂，配乐一下吗？很紧张，很紧张。我当年得金曲的时候也没那么紧张过。颁奖反而很紧张。很紧张，颁奖的人很紧张的。第十二届焚风音乐比赛铁团奖青少年组得奖的是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很像？有没有？入围的有，入围的有。好，得奖的是原海音响，恭喜青少年组第十二届分风音乐比赛得奖者，有没有很爽？嗨，有没有很爽？响，很爽哈、哦。
我得奖的时候也是这样。干嘛抱我？不要抱船长，船长会打脸哦。船长手指头小心，手指头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，过准。来来来，你们没有，等一下，他们还没有拿到这个奖杯呢。好，请派一位领奖。来来来，不要发抖，掌声鼓励。我们往前站一点好不好？往前